四家吧，到今年为止有四家了。所以啊，我们家的民生必需品几乎都是去那边买的。最近啊，他们又出了新的一系列集点活动。这一次的活动呢，就是这一款英国皇室认证的陶瓷吧。而且他们这次的活动都变新的玩法，以前是规定说一定是要集点集这个印花嘛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变成说你扣你的福利卡的点数也可以。以这组碗来讲的话，它是多功能餐碗八件组，然后你只要扣1000点的福利点，然后换再加1899元就可以换购了。那如果是使用印花的话，用20枚也是这个价格。如果是用70枚印花的话，会比较便宜一点。我觉得它的新的这个玩法还不错，因为毕竟我们印花这个贴纸啊，说真的，我自己啊，我很常拿到之后，然后我没有马上贴上去，它就被我弄不见了。像前阵子我拿到4点，可是那4点我这样子贴了2点在上面，这是第二本的。你看，我只贴了2点，那4点我也不知道跑去哪里去了。我觉得如果用这个扣这个福利点数的话，我比较不会忘记它，而且我自己本身我自己福利卡点数还蛮多，因为很少去用到，好像是10点可以扣1块钱吧。然后还有一些活动，例如说，如果买1送1的话，就是规定你要扣10点才可以买1送1。反正就是有一些活动，可是我常常遗忘了这个活动，然后如果店员没有提醒的话，我也就忘了，是不是？所以里面的点数我大概应该少说也有几那个1000点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所以我直接如果去扣的话比较方便，就不用再花那个时间去集那个印花点，我觉得比较快一点。那当然之前的那个就是只能集印花点，然后它就是每周好像忘记周几了，每周三、每周六吧，它有那个满多少，然后点数可以印花点数可以加倍的活动。那时候我几乎都是尽量都是挑在那2天去那个收集印花，那时候就是大买特买的时候了。那其他的时候嘛，也是还是会去光顾一下，只是就不会特地累积到600块为了那个点数。来分享一下我上次到底换了什么东西。我上次换的那一批啊，是我在讲。上次我换这一批，就是还蛮多人去换这个什么德国松仁的那个珐琅铸铁锅。这个我是没有换它的锅子啊，我是去换它的我是换的这个细胶锅铲跟隔热手套这两个。因为我们家陶瓷锅说真的用不到，然后太重了。虽然它很漂亮，我个人真的是还蛮想换来收集，单纯收集来看。不过后来想想真的是不常用，所以我就换了这两样东西而已。这个手套就这么大一个，因为我本身有在做一些那个西点烘焙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手套我自己很实用。它非常的厚，非常的厚实，就这么大一个，而且隔热效果还不错。我自己目前这样拿起来真的是非常方便，它非常的厚。我那时候好像是大概是2020年的2月份去换的吧，那时候就已经没有货了，然后就叫我等，好像等到了大概3月还4月的时候我才去拿单子去换的，就还好。但是呢，那个手套虽然等的时间还好，就大概不到1个月我就等到它。但是这一只呢，这只细胶锅铲我等了好几个月，他那时候也是跟我说2个礼拜后就可以领了，没想到可能是因为疫情吧，然后导致那个货全部卡关，然后全部进不来，后来又再延迟了2个月，我到前2天才拿到的，才去领到它的，所以我还没使用，还好好的，它很软，非常软。这个是细胶锅铲，它的耐热度是230度，所以还不错，我还没实际使用它。我觉得这个嫩 Q 度，我觉得不论是拿来炒菜啊，或者是都可以舀汤了吧，咕噜咕噜咕噜，整只红色的，我觉得很漂亮，很美，很美观，对不对？这个系列我就只有换这两个。那德国双人这个厨具，这个系那个我之前有换过2把菜刀，在厨房，所以我就没有拿过来用。一把那个切猪肉，切肋食、切牛排的，然后另外一款是那个专门在剁骨头的，我换了2把。这只是之前也是在全联集点换购的这只研磨棒。它无论是那个打冰沙，这个夏天打冰沙非常方便。我之前就是用这个来打那个绿豆沙，然后芒果牛奶沙之类的东西，打一打马上就可以喝的，非常好。而且它这只拆下来，这只可以直接就水洗冲走。这只当然不要碰到水啊，这只说真的它也不会脏之类的。有时候外面沾到啊，你就用抹布擦干净就好，不要碰到水，只要洗这只非常方便，而且安装也非常方便，就这样子扣上去，转紧，电插上去。按这一颗跟这一颗，这是1档跟2档，按下去搅一搅就可以了。这是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的一支。这是之前换购的，顺便分享一下，这是瑞士钻石玉子烧锅。之前我看那个影片啊，然后看到人家在做那个日本的玉子烧，我就非常想买这只锅子。刚好他的起点活动刚好有这只锅子，我当然就给他换啦。非常漂亮，黑色的。大小虽然大，不过有点重量，不过还好啦，对于女生来讲是拿得起来的，整个非常好看。虽然已经换了应该有1年多，但是我都还没用它，
舍不得用，不知道换来干嘛，就单纯的就是收集它吧。这次再配上我的锅铲，非常的方便，一黑一红真的是超级搭的。这个系列的锅子啊，我换了两只，还有一只那个圆的炒菜锅在，也是在楼下在使用，所以我就没有拿。一只是有锅盖的，然后这只是没有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它不止炒鱼，只烧方便。我觉得有时候你做一些就是个人料理，或煎个蛋呐、啊，是不是加热的食物啊？我觉得用这个大小就够了，洗也比较省水省，而且也比较不占地方啦、啊。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。好啦，分享完我的那个全年的几点的一些东西，我觉得真的他那边东西非常好买，很常在那边买的就是卫生纸、卫生棉，还有一些那个清洁用品。其次就是肉片，我觉得它肉片也是蛮好买的，就是我蛮喜欢在它下午大概三四点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些特价活动，那时候就是可能是八折或六折，那时候就会去抢购。再来是一些罐头类、饮料类的东西真的是非常之齐全啊。当然还有那个点数活动啊，它不只说满600三点或者是加倍送变成六点这个，它还有那个跟一些部分的那个厂牌合作，有些厂牌就是任两件，然后你就可以多一点这样子，你可以去店家看一下，它很多一些几点的小 people 偷偷的都在那里面。或者它的网页上它也是有教学的啦，如果你们喜欢全年的点数的话，你赶快上他们的官网去了解一番吧。